接下来呢，我们用夏娃再挑战一次，这次的地狱级笑效果是什么？Hello， 幸运小猪仔，晚上好。先做单体攻击。还以为是屁桃，开心果，不像是开心果的那种感觉。我是应该洗个技能，打太快了。对，巴龙真的是超轻松。真的，这次巴龙真的意外的轻松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球给巴龙。这边我想要点一下那个苹果，好，苹果开起来。斜转有了，好，没有转到五颗吗？哇，这边也不是很好消，就这样好了。可以，夏娃穿那么少鞋样怎么那么多？这个不是游戏的设定吗？穿越少的话，它的那个防御力各个数值都会比较高啊。优良的传统。好，这里的话，可以用木北欧打吗？木北欧。为什么是木北欧啊？我们刚才有用水北欧过了，但是我觉得岸北欧也可以过。可是为什么要木北欧去挑战？这边用叠住的方式就没问题。好 ，OK， 伤害够。那第二阶段这边全开，我觉得这个伤害绝对够的、啊。晋国好，一二三四五，有听到了六 combo， 单张就四亿了，单张就四亿了，太扯了，这伤害完全够啊！好，技能重置，太爽了吧！居然遇到技能重置就直接打喽。等下把光柱全部下掉就可以过了。穿越少越危险，这是游戏不变的定律。好，哇，好，他把我那个都消掉了。那我只好开这个。伤害是够，但是这边太强了。好，总算用出来。哇，这边没有消到，过了，打王冠，太好了。那个单张的伤害真的很夸张，夏娃他的强度真的是仅次于秦皇而已。下回合再开正伤，我们直接开那个开眼球，应该伤害就很够了。这边把暗珠全部手消掉就行了。就这样，消的不是很好，但是应该还行啦。其实眼球也可以换成排珠的角色卡也行。哇哇哇哇哇！你看那个单张三亿八七亿整的伤害，太崩坏了。这边就直接开这个加夏娃开回来，这样你开妲己有排到就绝对会过了。
下集可以慢慢排，没有问题。记得要消六 combo， 那最好的是六十行。对吧？天降到七，这绝对没问题，伤害很够。龙科都没开到就过了，所以这是一趴大奖，也是轻松过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其实是一趴大奖还是有它的那个威力的，虽然说没有到秦始皇那么变态，但是还是很够的。你可以仔细看一下那个感觉。好，王二太吃手速，你只要带妲己就不会，妲己的话我觉得就会蛮够的。那个时间是整个是很不错的。